由 Nexon Red 所开发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《无限战场》，有经典的殊死战以及爆破模式可以选择。想玩点不同的话，游戏还有炸鸡恐惧的模式。在这个模式里，人类会随机变成鸡，只要玩家被鸡啄死，重生之后也还是会变成鸡。如果时间结束还有人类，就是人赢；时间还没到就全部变成鸡的话，就是鸡赢。如果想要获得更多装备的话，可以到商店购买补给箱，购买后会随机获得1到4星的装备。想要强化装备的话，只要把不需要的枪械当作强化材料，就可以用来提升武器的威力哦。喜欢射击类型的玩家们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款作品哦。